真的哦，很假象哦。好多萤火虫。好，有拍到哈、哦，来，我加两个颜色哦。我想要萤火虫，我也想要。直接变两个颜色。全部颜色，红绿。红绿耶。好，这个如果用手机拍的话，也会很漂亮。快快快！有。上去拍吧，选这个。嗯。有拍到了哈、哦。好，然后来变最后一个颜色喽。好。你要录影的吗？对。因为我会先关掉的呢。都可以。好漂亮。嗯。这个光很强，这很强。哎呦，这太强。红色。好，绿色。很漂亮哦。太美了吧。对，这比较美哈。哇。现在红光的时候很多。哇，这好漂亮。哎，对，这个拍照也很美哦，这个。好艺术哦。这个。那我喜欢这个。是谁发明的？对。我们小时候找不到哪一个导演，哪一个前辈哈。对。光怎么变得不好？阿姨还没问你怎么称呼。你说我呀？嗯、哦，我姓李。还没有可以戴这个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跟我一样姓李。啊，真的呀、啊？你也是姓李的李吗？姓李的李吗？姓李的李。木子李吗？双木林，双木林。林，对，那跟妈妈一样。哦，好，有看到了哈。哎，有，它有变银色哎，这样会有变银色的感觉。因为你光打了吗？艾莎。本来会很漂亮。哦，像《冰雪奇缘》。哇。冰雪奇缘，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靠手机了，因为今天红色的光怪怪的，红色的光打不出来。哦，这样比较漂亮，对，就这个颜色。哇，这是哦，那个阿凡达。阿凡达，对，有客人这么说，对，好，好多有拍到了哈。哎，有谁要拍？有好的。好了，好，关掉喽。好，又变回拍照，不要去动它，不要去动它。有一个名字也叫夏季烟火啦，哈，嗯，就夏天再放烟火。